今天分享到清蒸小龙虾，低端的食物往往用最高端的做法。首先给小龙虾做个核酸，放入姜片、葱段，淋上白酒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13分钟，然后铺上蒜蓉，淋上热油，倒入蒸鱼豉油，一道原汁原味的小龙虾就做好了。你也试试吧。